小雪，假期好。我们接着讲1996年 AMS8 的最后一步，第21题。Subside 子集，就是说有多少个子集含，这是 contain 是包含，三个不同的数是从这个集合里选出来的，就是这个集合里能选出有个子集，这个子集是什么？就是三个选出三个数呢？它和是 even number，那就是偶数了。我们知道偶数加偶数等于偶数，但是它三个数呢也是三个偶数相加，或者是两个奇数相加，再加一个偶数，它也是偶数。OK，我们现在再来看，在这个六个数里头有两个是偶数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有四个奇数，所以我们要选两个奇数出来，就是要先四个里头选两个，然后再从两个偶数里选一个出来，这样它们三个相加呢，就应该是偶数。我们看到多少？乘上二，应该学这个，二三得六，六十二，是应该有12个，那答案应该也是 D。Horizontal 是水平的，vertical 是垂直的，distance 是距离。Adjacent 是相邻的，他说相邻的点的水平和垂直距离都是一，那问三角形 ABC 的面积是多少？那我们可以用如果这点是 D 的话，用这个三角形面积减去这个面积和这个面积，应该得的就是，那这是一二三，那二分之一。乘三，一二三四，再乘四，减去一二，二分之一乘二，然后这边是一二三乘三，再减去这个梯形的面积，那是二分之一，上底是二，下底是三，它的高呢是一，那我来计算的结果是什么？等二，这是六减去。三再减去，这个是二加三得五，二分之五，那就是二月二分之一了。那六减三得三，三减二分之一呢？三减二月二分之一呢？等于二分之一，所以答案是 B，应该是二分之一。第23题，Manager 是经理。就是一个公司的经理呢，计划、分配50块钱的奖金给每一个雇员，employee 是雇员，放的是基金，就从公司基金来给每个人发50块钱的奖金，但是他发现呢。这个基金呢，少5块钱，就是说发完了以后还差5块钱，所以 instead 这个 instead 代替呢，代替做法是给每个 employee 呢是45块钱，然后呢，给完45块钱呢，他这个公司基金里呢还有 remaining 是余额，就是还能剩下95块钱。那他问的是公司的基金在发这个奖金之前是多少钱？我们假设基金是 X，那他就没有如果公司有 X 个雇员吧，那每个人发50块钱减5就是应该是他的
基金的钱。如果每个人发45块钱呢，他还多出95，说这俩是相等。那我们来计算一下，这除过来，一过来等5x，它是把这个挪过来呢，等于100。那可以求助公司是有20个人，那20个人，我们来再算一下，他有多少钱呢？那就是20×45的900，900再加95等于995。所以说呢，公司呢，这个基金呢是有955块钱，995块钱应该是 E。这是测量。measure 测量，测量这角度呢？这是这个 A、B、C 这个角呢是50度，AD 是 bisect 就是平分的意思，二等分，BAC 那就是这俩角相等，DC 呢把这角等分，这俩角相等，然后你求 AD 这个角度是多少？我们来看，如果这俩角是50度的话，那么底角的两个底角的和呢，就是角 BAC 加角 BCA 呢，就应该等于130度。啊，130度一半是65度，所以呢，就是这底下的这两个小的角，就是角 DAC 加。角 DCA 呢就等于65度，那角 D 呢就应该等于180减65，对，115度，那答案呢应该是 C。它一个点就是随机的选。在一个圆里头，在一个圆的区域里，圆的区域里头，随便选一个点。他说他的概率，这个点选离圆心的距离，离这个区的圆心的距离，要比 boundary 边界，就圆周上更近。就是说，这是个圆，这是圆心。我在这儿任意选一点，它离圆心的近的概率要比到边的概率，边近的概率是多少？那实际上就是说，在半径一半的位置，如果选在这里，它就离圆心近。那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圆的半径是二，那就是。一半就是一，那里头这个小圆的面积呢？这个面积呢，就是派。那大整个圆的面积呢，那就是4派。所以，圆任意一点离圆心近的概被选中的概率是1/4，应该答案是 A。这是1996年的考题。